这里孙大草丛，不是没有看到这河道蟹刚爬过来的位置吗？这种近身的伤害污点实在是太猛了，这肯定还是要尽早套自己的陈装的。对，爬上来打一套，还是小虎占优啊，做了一波小反蹲，是保护一下小虎。那因为现在妖姬暂时还没有动，现在妖姬可以动了，可以支援到乐言，再次由乐言惩教这个逆天线，而这个维克托这个 AOE 拉得很满啊，直接把峰峰给打残了，导致双方中单第一时间并没有办法去参战，维也被打残，双方再度拉开。是的，赶紧吃个果子回一下血量，当然这边也没有过分的恋战，因为中路有乐福兰没有什么状态了。是，过来闪现给链子，练到了反身交一个立场，这个立场的位置很好啊，这火闪现过来先把人马给锤死，而自己的血量也不好 ，Crying 反向过来输出，但是自己还是要倒。这波是由 I 直接打了波一换三。是的，想抓一手 Q 不？开大招先恐惧后踢，强行抓死一波杰斯，再支援到峡谷前锋，这是 RNG 的想法。但看看是，所以也没有选择直接就莽撞的冲出来。这里中路来了，放个立场，但是链子练到，接拍伤害差不多的。哎呦，这小明直接一波闪现掩护队友。是的。阿 A 的中野啊，就是这个伤害差了一点点，但打的还是很凶的，这个进攻性是拉起来了。嗯，杰斯这里有闪，但是人马已经到脸上了，先 Q 技能起手很聪明，让 E 技能尽可能的攒更多的伤害。是的，再有什么又想抓 Q 不？什么仇什么怨啊？有大招的伤害有点高，现在这里洗完之后直接带走了。我的天哪，上路坐牢了，这是简直。是的，而且中路这边一个一闪过去，牛头的位置被抓到了。Crying 想给队友报仇，又是一个 Q 接平 A 将其收走，两边的辅助是打了一波互换的。那这样子小龙的一个争夺，看一下怎么说，大家都在这个位置想拦一下 Gala。有漫天飞雨的，有闪现，漫天飞雨往后放，但是这个闪现直接把死亡闪现给你交了。是的，因为抢这个时间啊。是。而乐言一个人想 solo 这条风龙的时候，又吃到人马的大招，牛头给上二连的控制，人马再一贴，后续的伤害最后只有牛头将其拍掉。哇，这波其实有点伤的，乐言有点贪了呀。本身乐言这两波节奏还不错，但是打这个小龙浪费了一些时间，主要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然后被抓到了。小明是仗着自己的大招接近于好，所以走位比较飘忽一些。卡成功的有 iBoy 一个人单吃一血塔。是的，一个大招想炸两个，牛头用大招直接顶了这个大。妖姬又是一波双踩，镜头一切，小虎是斩获了本场比赛的第二座防御塔，而 Cube 又是路遇这个人马，旁边来手五点，但是人马一个马蹄践踏已经践踏过去了，又踢了一手乐言，乐言做事只能跑掉，但是狂风之力的卢谦再交闪现，又是一个双枪。妖姬前期的发育还不错啊，妖姬包括卡莎两个点位。这波 RA 是有想法的，想找直接过来看到一个残血的侠，看看 iBoy 还能不能做后续的收割。嗯，老牛已经是被留下。是的， iBoy 肯定想找这个小明，但是魏旁边我仗着自己满血，我一直给你干扰，不让你找我的辅助。这里炎阳威打得很聪明啊，但是塔下直接一波反震手 iBoy 妖姬一个踩再一个链子，成功收获了野府的人头，妖姬反而是拿到这两个，作为做小龙附近的视野了。对，红也是自己拿。对，过来。哎呦，这个好像这个肚皮顶是不是瞬间被融化了呀？哎呦，这有点缺乏视野啊。同时小虎被练到，直接被卡莎一个 W 所终结，但是一次激发波波一丝血，吃了人马一个大招，被恐惧到自己也死。在正面还是红色方的人数更占优势， iBoy 也被撵到，被迫交了手闪现，人马不太好追了。下塔 RNG 还是可以再强势推一下。哎，我们看妖姬想保一下防御塔，但感觉哦呦还是下来了，但是先踩一下，跑得很快，再踩妖姬一个链子成功练到 Crying 是比较危险的，但是红方小兵也比较多啊，一直在找这个妖姬，这个踩是被闪现躲掉，还在做继续的追击。杰斯草丛里找到了小虎，小虎防神 PK 一波之后打上攻，闪现到后面被杰斯后耶，
的天，平 A 直接带走。但是下路这边因为 RA 的人都包过来了，所以他应该是跑了很久，但还是跑不了了。是，双方在上下路的上中互换。哇，小虎和杰斯他们的故事真的还在继续，从头打到尾啊！艾博也要被受到尊服，老牛二连再接人马大招，艾博刷了一个自己的护盾，但是没办法，还是被侠所终结。这应该是上路那波回放吧？是，哇，还是个第一视角。难道是盲视野要窜出来先打了一炮啊、哦？小虎不停走，还有星石的一个效果出发了之后，后续你看他拉开这个位置其实锤不到了，这样子上路就要来人了。要包夹小虎和魏，包夹这个上野，小虎先拉开，但是还是被拍住，就从一个大招炸的位置不好的小虎还是瞬间被秒杀。Prime 落地之后自己的位置非常非常尴尬，四个人去包夹他，杰斯再次苍穹之跃拿到这个人头，是他们的输出点很多。是的，而且也能够通过视野刚才看到了小薇的位置。这个时候要看看牛头和魏也辅的发挥了，嘎啦只能在旁边给予些骚扰，一个一闪没成功，没找到嘎啦，2000多的血线，有大的人马是有大有逞，而且等级是很高的。闪现下来，牛头先下来，先顶一手乱岩，他想先杀大野，上面有个漫天飞雨，人马一个大招马蹄践踏，先杀掉乱岩，顺势惩戒掉大龙。我的天，这波两个人的一个配合，但是在龙坑里面的话，牛头也是倒下了，甚至这两个人还想二 v 四，嘎啦奋勇向前去找艾博，艾博的血量并不是很好，小虎也来了。五交闪现，一个倒钩，直接将其收翻在地。旁边小虎也打了一套伤害，又是来自后方那个马蹄践踏，再次把 Q 步给留下。旁边妖姬一个双雷响链，嘎啦但是没能成功，跟妖姬打了一波互换。哇，跟这个杰斯打了一波互换，妖姬残血逃跑，魏还能再留住他吗？又是用一技能贴小兵再接魏一，但是没有后续的技能了。滑步向前的小虎用一个 Q 技能再接大招，可惜呀、啊。大招用时方很短，是虎野的一个配合吧，把这条大龙拿了下来，而且还击杀了乐言。这里小明很关键的，你看这小明就是找这个残血的乐言呐。啊，乐言他在前面，其实这段时间已经停手了，不敢打了。下去拍一套之后，一直疯狂的在扛，留了一手 Q 给人马一个下来的时间。哇，一个倒钩，555，大龙哭了，555大龙泪流满面。镜头一切，这个带着王者板甲的人马又扑了过来，再找辅助，是吧？酒桶难受啊，还是在状态上能占些优势。对的，因为二一直在做比较聪明的一个拉扯，就在中路的兵线给你压力。是啊，想先分割阵型，但是自己的阵型先被小明所分割，这个牛头很弱啊，人马。再次踢过来，最后由酒桶又先行被秒。是的，酒桶过来的这个位置扔完大招之后，但是对卢锡安却没有什么杀伤力，毕竟人家有位移。这里蓝森方 RA 打得好急啊，本身自己在中线上能先推兵线的，导致现在争夺小龙方面又落后了。现在就是，而且越是这种正面团战啊，妖姬如果不能先消耗自己会比较难受的。乐言又被打成半血以下，又被老牛震了一下，乐言先行倒在地上啊，哪怕自己跑得很快。马尔吉斯人出来防守一下河道，打得太快了呀！蓝眼睛照了一下，发现只有4000多了。小明和 Crying 中辅两个人在外面阻隔，那阿姨只能放弃，机会想换一座中塔，看看安吉给不给机会啊！想去找一手 Fofo 自己身段是比较灵活的，人马照到后面一脚能给他踢回来吗？酒桶一个大招，赶紧去想去保一下 Fofo， 没保下来啊！一个混乱风暴，直接将其真身假身一起烫死。人马在屏幕的下方继续找到 Cube， 旁边还有个小虎也包了过来，被迫由 Cube 交了一波闪现。卡莎说：“你不要过来啊！”他能不能找到一个机会踢也找不到，并不可以，并不可以。哎，后面是有一个乐言的，但他这个酒桶大招炸得不错，炸回来一手小明，但小明皮糙肉厚，激发了一手余震，后面小虎绕到了后面，被妖姬一踩，瞬间被秒掉了。哇，这波小虎太抱着侥幸心理了，是的，看看是不是挨了一波机会呢？小明一手反开乐言，乐言可能又要瞬间被秒，一丝血成功的拉开吗？没有可能，就被老牛的一个点燃给烫死了。双方是打了一波上野的一换一。艾博也是绕到了旁边，肯定是要尝试去抢一下的，肯定要 rush 这条土路，但是没有打野，没有乐言，恐怕很难去抢了。哎呦，又是先手到艾博，艾博要吃到漫天飞雨了，可能瞬间被秒了，大招刷回来还是要死了呀。关键时候又是由 RNG 找到一波机会，再没有给 RNG 太多的抢龙的机会，他们杀了两个再拿土龙，这场比赛他们没能做到。 RNG 先推中线，而且可能要直指门牙的。哦，小虎这里是没有 TP 的，所以估计是推了中线要走。
等下半区的话，这个人马被拦住了，是比较好的一个防守眼位啊。这野区 RNG 已经开始入侵了，想找机会。哦呦，又是小明越下来，又是先找乐言，每一次先对打野动手。艾博尔在后面想偷一套嘎巴，但是嘎巴直接降落大招，漫天飞雨把酒桶的大招给挡掉。是的，两边都打了一个照面。这一波的一个换血来说的话，都还可以接受吧。蓝色方阵型太差了，艾博尔离太远了，又是人马的一个马蹄践踏，先找中野，两个人可能都要交代。这个一个射线只把乐言再度秒掉，这个时候 RA 大龙掉了之后，正面也有点难守了。是难受啊。直接进逼最后的门牙塔了，乐言又被消耗了一条血线。RNG现在几个人站得比较紧，一个大招直接把众人的阵型炸散，但是已经没有很好的一个开团手段，又想去开这个酒桶，瞬间可能要倒在地上了。第四血是拉开的， RNG 阵型保持不错，就是牛头又是一个二连，再找乐言，乐言再次倒在地上。哇，这个维克托已经在团战当中大杀四方，又一个混乱风暴在泉水之上烫死了两个人，全部堵在泉水。 Fofo 也只能在泉水当中开了一手金身。那我们要恭喜 RNG 在这场双儿大战中拔得头筹，2-0带走对手。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小虎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先跟大家打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RNG 的上单小虎。好，欢迎小虎。可以听到现场的粉丝非常的热情。其实今天第一局的时候，可以看到对面是拿到了上一次对战你比较奏效的大虫子这个英雄来打上单，所以当时你在看到的时候就有决定跟队伍一起来沟通说摇摆小炮去上吗？因为小炮这个点其实训练赛也练过，但是今天的话突然甩给我还是有点意想不到的。所以是突然甩给你的，但是之前其实在对线完大虫子之后，你在直播当中也说过你总结了怎么跟这个大虫子对线的一些方法，可能运用的是酒桶啊，所以能不能在今天在这里能不能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一下你可能这一段时间总结来的一些反思和技巧呢？其实再一次拿酒桶打大虫子的话，我是知道怎么打的，就是利用好自己的啤酒肚就好了。利用好自己的啤酒肚这一个点可能比较好的去克制大虫子。那同时可以看到今天第一局你们打着打着怎么就是你跟小明在打这个双人路对线，尤其在上路，然后嘎啦一个人在下路跟大虫子对线呢？当时我觉得队内云就是我们说要在一直在商量怎么配线嘛，然后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吵得有一点急，然后我最后说了一句没关系，史泽明去哪哪里就是双人路。所以说史泽明是最终决定作用的，到底是谁来对线双人路？因为我们是两个 ADC， 有两个 ADC 确实是非常的硬气。那今天也在第一局的时候，中路有波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是你跟 Gala 一起补了一波兵，当时你和他都抢了你抢了他的一个炮车，然后你和他同时点赞了，你们两个人有进行友好的问候和沟通吗？其实我们之前的比赛也有很多次就是类似这种的勾心斗角，然后当时的话就是我就说了一句，哎，我想一下要思索一下，大脑需要处理的。嘿嘿，宝贝，但是那个宝贝不是真的宝贝。宝贝不是真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到时候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嘎啦巴就讲出了他的名言：“我操你的。”所以说，两个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进行了友好的互动。那今天其实第一局之后可以看到，第二局你也是使用了长手的 AD 英雄卢锡安打的上单嘛？那很多人对于长手的 AD 上单褒贬不一。你打了这么久的上单位置之后，你对于长手的 AD 打上单你是怎么样感受的呢？因为我之前中路玩的比较多嘛，然后也是玩长手的，所以就可能用的比较好一点。然后长手上单的话最关键的就是在压人的时候不死，就是最关键的。不死是最关键的。那今天有一局非常漂亮的，就是皇城 PK 在二塔的附近，当时你是被躲在草丛里的杰斯先守到了，说实话你自己会不会有点小慌？你有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反杀对面？说实话那波我心跳加速了。因为在那个之前我在中路被那个
火口选手找过一次机会嘛，已经被终结过一次了。然后因为我是团队里最肥的一个点嘛，然后当时他蹲我的一瞬间，他那个 EQ 的炮打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如果这波死了，我队友会不会说些我什么？但是操作好了之后呢？后边就是还好，操作回来了，就是心率从180降到了正常。确实，而且可能前队友也对你有非常大的一个夸赞嘛。那可以看到今天第二局之后，大家应该也从这个赛季出到现在都发现，其实小薇她是一个非常的愿意去上帮上的一个打野，而且她有个非常可爱的称号叫未来守护者嘛。所以你对于她这一个赛季的成长你是怎么样评价的呢？嗯，北队的话就可可爱爱没有脑袋吧。可可爱爱没有脑袋。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她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在 rank 当中相识了嘛。你觉得最让你暖心的可能说对线或者说是一起配合的细节会是什么呢？当时其实我就是有个打野，我们排到过一盘游戏嘛，然后下盘加了好友，他拉我一起双排，当时我还不知道是肥的，然后我跟他玩了一两盘，然后就是最让我感到暖心的就是他每次，就先不说他会一直来帮你gank，然后每次帮你gank完都会把每个小兵打到最后一滴血，然后让你来吃。每个小兵打到最后一滴血，可能我们平时遇到的打野都是每个小兵全都吃掉，但是可以看到他对于你的照顾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呢？爱你。哦，好的，我相信小薇在我们的这个训练室一定都会就是有会心的微笑。那我也想问问，如果说对于赛季初期可能从中转到上的自己，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因为现在已经是稳定确定了联赛的前二，现在让我说的话我应该就会说然后不要担心那么多，上路其实挺好玩的。上路还是蛮好玩的，而且可能之前大家也会觉得说现在很多人的评价和称赞会让你的状态也越来越好，越来越自信嘛。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可能他们的称赞和评价其实确实会对你的状态有一些影响呢？因为其实在那个赛季初的时候嘛，然后那段时间表现并不是特别好，包括德玛下杯的时候，但是就是比起很多的漫天骂雨，然后但是还是有一些很多默默支持鼓励我的粉丝嘛，然后看到那些的话也是我一些前进的动力。那借此机会要不要跟他们说什么？因为现在可能现场也有很多在那个时候就一直默默支持你，在低谷的时候陪伴你的粉丝。谢谢大家 C 我。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粉丝，也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今天的赛后采访呢就到此先告一段落了。